林华运动员向大会宣誓，我们遵守比赛规则，服从裁判规定，恪遵运动员之精神。银发族是家庭的宝贝，也是市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所以桃园市政府特别的结合了将近十个局处举办乐活重阳祭的系列活动。今天的部分是由体育局他所举办的长青趣味的一个竞赛运动会。对我们老人来讲，手脑运用，对，手还有头脑、眼睛都运用，很好玩。很好玩。对对对对。他平常有运动习惯吗？有啊，只是走路。走路这样。还有做瑜伽。每天早上做。早上还有中午晚上这样走路。啊，瑜伽课是？瑜伽课只有一个礼拜一次而已。是社区的。对，我们社区的，社区办的。对啊，对啊，对啊。OK，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阳光的，再一次哦，好，再一次要做大力点哦，讨厌的人一直做下去。